作為領導團隊啊，成個團隊個架構係點樣樣啊？咁我中意呢個衛星圖咧。做好現場就諗住，你哋要兩個月之後先有機會上場，即係你哋準備呢份好啱嘅。好，聽下張編講。好嗱，咁咧喺成個分會，即係我哋七個角色裏面咧，主席咧就喺一個靈魂人物啦，就帶領住大家咧，向住一個嘅清晰嘅目標同方向前進嘅。咁就在座主席喺邊度啊？我起身俾大家見見啦。其實幫分會定個目標啦，督促住呢啲目標向前行啦，同埋咧規管住成個嘅即係道德規範啦，同埋會員嗰個嘅參與嘅。我哋嘅副主席同埋林一智有冇在場啊？主席，林一智。